是朗格拉姆，今天呢想跟大家说，就是不要把垃圾扔到火车道里面，因为特别不安全，也不卫生，也不干净。也希望大家能够禁止不要扔垃圾到火车道。那哈个好多人弄的哈呀，听哈呀，那让我快，不让我快的开火啊，它就跟安德莱带了个没法啊，那个就不会啊，对的哈。那好，哎，如果。所以，刚刚才放的好的呢哈。